我们上一集说到，陈霸先这老头当了皇帝之后，建立陈国没多久，他就派人去慰问，刚刚禅地位给自己那个梁敬帝那小孩。当时呢，这个16岁的少年，所谓的慰问啊，实际上就去杀掉他。当时啊，这个梁敬帝啊是个16岁的少年，就被这些兵士追着，这围着床而逃。他知道这些兵士来杀自己啊，边哭边喊。我不愿意当皇帝，陈霸先非推我当皇帝，现在要杀我。兵士们不听啊，大刀闪闪，这位少年身首异处。不仅如此呢，兵士遵照这个老头子的旨意，还把这位梁敬帝萧放志2岁的儿子啊也给杀掉了。可见这寒人土豪出身的陈霸先啊，读书不多，做事非常果决啊，省却了不少那种又当婊子又立牌坊这种拖泥带水。但是这种杀害前代帝王的事儿啊，实际上也是失于粗疏和远虑。无论如何吧，反正陈霸先皇帝位子已经坐上了，别的事情他就慢慢料理了。陈霸先称帝之前呢，啊，确实武功独运。但这老哥们当上皇帝之后呢，上演的第一出大戏，竟然是大搞迷信活动。他先去中山祭拜蒋帝庙，然后又自称找到遗失的什么佛牙舍利，设无遮大会。身为皇帝，他亲自膜拜。我认为啊，陈霸先当时的心态就是富贵荣华以及这皇帝位置到手太容易了。陈老头子呢，很想找精神寄托。又过了几天，陈霸先呢，竟然也学梁武帝，亲自到大庄严寺去舍身。最后的群臣啊，集体凑份子、凑钱，才把这位老皇帝请回皇宫。陈霸先老皇帝在健康城里大搞这些乱七八糟的表演。那么起兵的王林那边也没闲着，陈霸先派去的侯安都、周文玉两位大将，开头还挺顺利，大军一直攻到武昌。王林呢，留下守城大将范猛，没来得及交手，就弃城而逃了。于是呢，陈霸先手下的两位这个姓侯的、姓周两人大将，在武昌城下就胜利会师了。军队的将士们啊，正欢呼雀跃之间，又有大好的消息传来。什么消息呢？老上司陈霸先已经受禅让了，当皇帝了，梁朝已经变为陈朝了。大将侯安都啊，听闻此讯，不喜反忧，他没有多高兴。你说老上司当皇帝，自己也荣华富贵没有，他反而忧虑，叹息说：“哎，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师出无名了，肯定要打败仗。”本来你想，侯安都、周文玉两个人攻讨王林，打的旗号就指示王林不依从梁敬帝的指示。你拒绝皇帝的封爵，先前呢，陈霸先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从道义上来讲正大光明。如今呢，陈老头已经把梁朝小皇帝扳倒了，自己做了，等于是篡位了。因此，侯安都、周文玉大军呢，一下就变成了以邪亲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前来攻打对象王林，在名义上是一直效忠于梁朝啊这个皇室的。王林字子恒，是会稽山阴人。这个人还真不是南朝你琅琊高门那个王谢并称的那个王氏子弟，他出生于兵家，出身特别寒微。由于王林他的姐妹好几个人都在梁元帝萧绎当这个王爷的时候呢，在这个萧绎的宫中，因此这个王林从少年时代起就在萧绎幕府当中行走，依附萧绎这么一个亲王，这么一个宗室。因此呢，王林呢，他的才华就逐渐的展露出来。侯景之乱呢，王林是跟随王僧辩立有大功，就是等于他是攻克建康的先头部队。但王林当时纵放将士啊，在建康城内大掠百姓，王僧辩当时害怕他造反，还密奏要杀他。当时呢，还是湘东王萧绎派人逮捕了王林。王林呢，自己到了江陵监狱之后呢，来自己自我解释吧。他手下的长史陆纳呢，随即率领这个大帮江湖好汉呢，就跑到襄州。为什么跑到襄州呢？因为王林当时是被授为襄州刺史，还没来得及去上任。王林在江陵被送入大狱之后呢，萧绎还派出手下的官员廷尉黄罗汉，还有那个泰州卿张载，到王林的军内就宣誓，就说你们赶紧把军队解散了。陆纳作为王林的手下，这些人大哭，都说王林我们主公是冤枉的，拒不受命。最倒霉的要属于那个泰州令张载，这个人先前在荆州地区对待属下特别严苛，以法杀人无数。但是呢，他一直被这个萧绎所喜欢。
而王林属下的那些群盗，就是那些江湖好汉，对这位昔日屡屡杀人、屡屡没事就把自己的这些江湖好汉抓起来杀掉的这位海军大将是恨之入骨。现在他自送上门，于是这些兵士们就把这张载捆在木桩上，把张载都杀了，一不做二不休。陆纳等人呢，又把黄罗汉等人给关起来了，就兴兵抗拒湘东王萧绎。王僧辩呢一听，马上率军去镇压，陆纳等人就败走了，退保长沙。由于当时陆纳等人并非真的造反，并非真的和这个萧绎撕翻脸，宗室武陵王当时那萧绎又从蜀地顺流而下和这个萧绎来争位，萧绎当时只得把这个王林放出来，让他跟随王僧辩一起去长沙招安这个陆纳。一见主帅王林平安，陆纳等人马上开城投降了。萧绎呢继位称帝之后呢，心胸还挺狭窄，他就怕这个王林他手下的这个队伍这个太齐心，然后呢等于就转授王林为广州刺史，就把他外放岭南了。王林这个人忠心耿耿，他预感到乱世之中肯定有更大的祸事要发生，就写信写书奏给梁元帝萧绎手下的这个亲信，希望自己能坐镇荆南一带。结果呢萧绎也没有同意，王林呢没办法，只得率领他那些亲信部众万里南下。这个梁元帝萧绎确实是个倒霉蛋，你想王林手下虎狼能战之军啊，你把他弄到这么远的一个地方，等到他江陵的首都被西魏围困的时候，他马上下诏招那个王林回援，当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王林呢当时确实是出于一片忠贞，昼夜兼行，萧绎的那个诏书他收到了吗，赶到长沙这个时候就得知西魏军呢已经攻克了江陵。很快他的老主人梁元帝那个萧绎被俘之后呢，受尽凌辱也被杀了，而王林自己全部家小也都被西魏军这个作为俘虏押送长安。于是呢王林也急了，他在为梁元帝发哀的同时三军缟素，他自己坐镇长沙传檄四方，共图拥戴梁朝，派遣手下这个将领侯平去进攻西魏所立的傀儡皇帝萧察。不久之后呢，他派出去的那个将领侯平呢又想自己自立为主，他就不听王林的节制了，王林就派出军队去攻打侯平，结果呢打败了。王林这个时候没办法，失老兵疲啊，他只得呢就向这个进出这个敌国北齐称臣。那么陈霸先后来把王僧辩杀掉了，他就拥立了梁敬帝，这个时候就以朝廷的名义任命王林为侍中司空，征他入朝。王林就察觉到陈霸先对自己不怀好意，拒不从命，他大修楼船准备进攻建康。王林手下的水军大将张平宅所乘的这个坐舰呢每次在战役之前如果能败敌，这艘战舰就会自动发声，声如野猪。为此呢王林就把新造的千余艘大舰都称为野猪舰，估计当时那种心态就是先前陈胜吴广学野狐狸叫那种伎俩，这样能在心理上鼓舞士气，给予自己手下的兵士们一种必胜的心理暗示。陈霸先手下大将侯安都、周文玉两个将领本来就不和，他们的部下也互相看不起。那么这两位大将就进攻颍州，没攻下来。他们又听说王林的大军已经在近前了，就放弃颍州不攻，想擒贼先擒王，就直朝王林杀来。那么陈国军队呢当时到达壮口，壮口是一个古镇镇名，在今天武汉汉阳东南那个地方。侯安都等人就逆风的船就行不了，因此就靠西岸的就停下来了，与东岸的王林等于是相持。数日之后呢双方合战。这两支军队我们想从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平侯景攻建康的时候他们都打了梁朝的军旗，而且当时王林的这个军队是攻城主力，大家都对对方这个军力也知根知底。现在呢双方开打，陈霸先手下的大将侯安都和周文玉呢这统帅的军队呢已经从梁军变成陈军了，而王林呢他依旧奉梁朝正朔他还是梁军。这个时候刚刚变换服色的陈军心里就别扭，同时呢还特别害怕王林军队这个神勇，所以一交手陈军马上溃败。王林当时指挥若定，他乘着一个平肩舆，手持一把明晃晃的这个钺指挥军队，那是一种象征性的武器，如果他这哥们手中再换成竹苇绝对就是一个诸葛亮。这一仗呢王林打得特别漂亮，侯安都、周文玉、徐敬城、邹铁虎一些陈朝的大将几乎一个不剩，全被王林活捉。
老战友见老战友，又骂又笑又问候。期间呢，唯独被俘的一个将领邹铁虎，辞色不屈啊，和这个王林特别不对付，惹得王林恼怒，唯独把这个邹铁虎推出斩首。这个邹铁虎惹得王林生气，把这个邹铁虎斩了。王林就越想越气，就在自己指挥的舰底下设置一个大连枷，整个就穿一块了，把侯安都、周恩玉等人一排锁起。他命令自己的一个亲信太监王子敬看管。有人问，哎，这个人王林他又不是皇帝，怎么会有太监？这个太监从前是梁元帝萧绎的手下，他和王林等于是多年的这个老朋友，都是在从前那个梁元帝萧绎那个王爷宫里，他们是老朋友。那么公元558年，就是陈武帝武定2年的春天，王林拥戴梁武帝年方7岁的孙子萧庄为皇帝，率领10万大军在白楚铺屯结，准备大举进攻陈霸先。王林这个监狱船舱之内，被他俘虏的侯安都、周恩玉等人呢，在大船舱底下和这个太监和那个患者王子敬呢，慢慢就混熟了，然后就对他许以高官厚禄。结果到了9月间呢，几个人一起逃出去了，就被这太监放了，返回建康。老皇帝陈霸先呢，看到这几个大将也没有责罚他们，就把他们这个败军之罪也给宽恕了，个个官复原职。所以说这几位陈朝大将命也好，也是托王林这个人宽厚不杀，竟也能呢有命一起上演这个胜利大逃亡，就绝对是这个电视剧的这种戏肉。转年8月呢，当了皇帝3年，这陈国皇帝陈霸先重病不治，在建康就给驾崩了，终年57岁。史官对陈霸先的评价还算是不错的，就说他雄武多英略，性甚仁爱，而且平时呢雅上俭素，不为虚费。就是说他特别简朴，当然了也没提他宁佛拜佛花这么多钱。我们公允的说，这南朝的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虽然说他这个地位也是篡来的，也是篡位之君，但相比起赵匡胤呢，他有平侯景之功；相比曹魏司马西晋呢，他没有那种处心积虑的阴险；相比于这个萧衍，他也并不是说以下犯上贸然兴兵夺位。假如当时王僧辩军事方面取得成功，就是这个陈霸先的老敌手，奉代北齐所立的那傀儡萧元明为皇帝，江南啊，说不定就等于是沦于北齐的这个暴君之手。我们要都知道，当时北齐那高家的皇族，上上下下都奉行大鲜卑主义，对汉人的歧视非常严重。高氏帝王呢，个个又都是变态暴君，很可能啊，他们派军队、派官员、派他们的亲属，到江南一带当皇帝或者统治江南的人民，有可能就使得江南人民啊，一下就坠入万劫不复的那种痛苦深渊。所以说，从保存汉族文明这个角度讲，陈霸先这个人居功甚伟。陈霸先崩逝之后呢，他的亲生儿子陈昌呢，当时在长安。这小伙子是在江陵陷落的时候和他堂兄陈硕一起都被西魏军队当作这个俘虏就给弄走了。于是呢，这个时候陈国的大将侯安都等人就拥戴陈霸先的侄子陈倩为主。这个陈倩就是南朝的陈文帝。那陈霸先死的时候呢，陈国处境非常不妙。你想，内无敌嗣，太子根本就不在这儿，被西魏扣着，外有强敌，宿将的这个功臣都是将兵在外，而且朝中也没有重臣。陈霸先的张皇后啊，这个人虽然是个妇人，但是也挺明白的，马上招侄儿临川王陈倩入都，然后先密不发丧，对外不是说老皇帝死了。很快，陈霸先老皇帝的尸体就逐渐发臭了。我要知道，古代没有这种就是对尸体的保存的这样的技术。那么中书侍郎那个蔡景历就害怕在宫内做棺材那叮叮当当的声音泄露秘密，就和工人怎么办呢？用蜂蜡做棺材，先把陈霸先的尸身密封起来，免得那臭味招苍蝇。得知老皇帝病死，大将侯安都率领军队返回建康的时候，正好和陈霸先的侄子陈倩相遇，一起就迟还建康。这个时候呢，臣子都推陈倩为帝。当时呢，这位临川王陈倩还一直表示谦让。张皇后当时有点不愿意，为什么？她觉得自己亲生儿子陈昌啊，现在还在长安，被西魏当成人质呢，还没回来了。开始时呢，就不肯下令让侄子继位。为什么呢？一般新皇帝继位都得有皇太后的这个名义上的命令。为此呢，当时呢，陈国朝廷上下惊惶不决。最后还是大将侯安都在这个大
大臣的会议上明白的表态，如今四方未定，河峡极远。什么叫河峡极远？来不及等陈昌来继位了。临川王有大功于天下，应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于是呢，侯大将军按剑上殿，入后宫，见到那张皇后，咱现在是张太后了，索取喜书，而且亲自把那陈倩扶上帝座，让她以皇太子的身份发哀沮丧。就这样呢，陈倩就成为陈朝的第二任皇帝。听说陈霸先已死，哎，一直莫兵立马的王林啊，就在公元560年3月进军这个闸口，陈朝大将的侯震就在五湖屯军，双方相持。当时呢，西南风忽起，处于顺风的王林啊，他自以为得天助，引兵直趋建康杀来。侯震等人呢，他从五湖连连出兵，就跟随在这个王林的军后。结果呢，这股西南风翻为侯震所用。王林派军士从船上扔那火把，攻向陈朝水军，结果被风一吹，反把自己的一方的船只全部给忍着了。侯震这一方呢，也知道用火攻啊，大火这么一烧，一下就大败王林军队。而接应王林的这个北齐军队仓皇失措，就在西岸呢啊自相残塔，陷于那个芦苇丛中、泥沼丛中不能自拔，死伤无数。最后呢，王林的水军大部分就被陈国军队给歼灭了，他只得呢乘小船突阵逃跑，身边只剩左右亲信还有妻妾数十人啊，争得性命啊，最终就跑到北齐地面寻求庇护。所以说，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周瑜地下有知，哎，非得大大的笑骂王林一番。打败了王林和北齐联军，不久呢又破了反叛的什么熊谭朗啊、周迪啊那些将领。陈文帝陈倩的帝座算是坐稳了。当初陈霸先当皇帝建立陈国的时候，屡次向西魏祈求，哎，你把我儿子陈昌还回来，我给你大批的金银财宝。西魏人还挺坏，就是扣住不放。结果那个陈霸先一死，他的侄子陈倩继位了，西魏居心叵测，居心不良，马上就把这个陈昌放回到建康。由于此前的王林起兵阻道，这陈昌一直被挡在安陆。王林大败之后，道路畅通了，陈昌就开始启程往这个建康回奔。行到半路呢，陈文帝就封这位堂弟呢为衡阳郡王。你看这陈昌，我是这个皇帝的嫡子啊，他就有这种自恃的心理。陈昌对于自己没有及时当了皇帝很生气，半路上就给堂兄陈倩写信，言辞非常不逊。陈文帝陈倩接到这个信之后呢，堂兄弟的信之后挺不高兴，他就对侯安都说，哎，太子快回来，我得找个地方，还是去当我的藩王，我去养老吧。侯安都是明白人啊，你像这陈文帝陈倩又是他自己当时力推才当上皇帝，他马上就回答，自古岂有被代天子，自古以来哪有被代替的天子，您放心，这事儿我做。于是他自告奋勇，侯安都就带兵去迎接陈昌。等到过江之时呢，侯安都就把陈昌的左右那些卫士都喝退了，只剩自己与这位真太子两个人登到楼船的顶处赏景喝酒。没说几句话，这个侯大将军侯安都忽然掏出绳子，就把这个陈霸先皇帝的真太子陈昌小伙子双手捆绑起来了，然后又用布把他嘴堵起来，咚了一声把这位小爷头朝下扔入江中淹死了。而后呢，侯大将军马上派自己的人换船，下令手下凿漏了陈昌的坐船，遍杀陈昌的从人，也是好几十上百啊，把那人都杀了灭口。这些事办成之后，侯安都上表怎么样呢，宣称陈昌渡江的时候遭遇了事故，大风啊大浪啊怎么样，船沉了，被淹死了。陈昌之死呢看似可怜，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此人也是活该。我们要知道，从西魏到北周，掌权的宇文氏确实是就从性格方面还是比较奸猾的，总爱挑拨别人骨肉相残从中取利。萧纪与萧绎相争，先前宇文氏把巴蜀大片的地区都得了，萧察和萧绎相斗，宇文氏呢又得到江陵。陈昌身经术士，这些东西这些按理说他都知道，应该从大义出发。当时他兼具不返江南，我就在长安待着也没事，或者你低调返回到江南啊，给自己堂兄弟下面做一个臣子，做一个藩王也好。你看他如此气势汹汹回去，等于是与堂兄争位啊。假如他当时被一些人拥戴，被一些大臣或者是居心叵测的人拥戴啊，当皇帝，陈朝内乱肯定又起，江南一带百姓肯定又陷入内乱之中，宇文氏呢肯定又会趁机得利，灭亡建康这汉文明最后一脉。由此观之，就是上述种种吧，正是陈昌这小伙子愚而不仁，
所以也怪不得陈文帝陈倩的造而不易。不久呢，陈昌大棺材运到了建康，陈文帝陈倩呢在这儿也假装悲痛，亲自灵窟啊，把这位堂弟呢风光大葬。葬礼之后，他马上加封侯安都为清远公，确实为他立了大功。派侯安都杀掉了堂弟陈昌，但是自己的亲弟弟陈硕还在长安，陈文帝陈倩就马上以割地为条件，以土地换人。西魏呢，这个时候一看，哎，这个陈硕还换得一大片土地，就把这陈硕归还给陈文帝。这位陈文帝的亲弟一回来，就被陈国加封为侍中啊、中书监、中尉将军啊，然后又封他为安成王啊，等于文武大权全部给这个陈硕加上了。所以天道好还，日后陈文帝陈倩病死，正是这位皇帝亲弟弟陈硕废掉了陈文帝的儿子，他自己坐上了帝位。陈文帝陈倩呢，坐稳了帝位之后，天嘉四年，就公元563年6月，这个陈文帝呢，却忽然除掉了对他有拥戴大功的司空这个大将侯安都。那么这位侯安都为什么要被皇帝陈倩除掉呢？我们下一集再说。我们上一集说到呢，这个陈文帝陈倩手下大将侯安都对这个陈文帝确实有拥立之功，而且呢还替他杀掉他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堂弟陈昌，确实是当时是到了功高不赏的地步，所以说呢他要除掉啊这位侯安都。侯安都字成师，始兴曲江人，就是今天的韶关人。他们家呢就是数代以来都是当地的这个土豪大姓。陈霸先他从岭南起兵，侯安都呢就拥兵相从，尤其是在攻杀王僧辩的这个时候，侯安都是作为先锋将先锋兵。你想，我们记得单身一人被那些士兵啊扔过那个石头墙，石头城的女墙，确实当时是独胆英雄。而后呢，侯安都率领兵马屡屡击破北齐的军队，生擒了数名北齐大将，而且还协助周文玉擒斩了梁朝的宗室萧伯。壮口一战呢，虽然他败于王林，侯安都最后呢还能虎口脱险，所以说他的这个威名啊一直是在江南一带啊那绝对是特别大。陈霸先病死之后呢，侯安都拥推陈文帝陈倩继位，杀掉奈氏的那个陈昌，然后呢又把这个王林给打败了。那么对于陈文帝这个陈倩来说呢，侯安都怎么来说都是他第一功臣，所以呢投桃报李，陈文帝开始确实是特别荣显侯安都一家老小。侯安都的父亲病死，陈文帝他在建康啊就给这位大臣的这个父亲风光大葬，你想在首都给他大办葬礼。那么侯安都小儿子当时啊才9岁啊，就被陈文帝授予始兴内史，这样的高官厚职。侯安都虽然是个赳赳武夫，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一堆士兵把他抬起来，哥们一个倒毛，愣从石头城女墙啊，他翻过去了，武功高吧？就这样的一个人，功立书，能古琴，涉猎书传，能做五言诗，而且做那五言诗啊，词意清迷，绝对是文武全才，世所罕有。由于功勋卓著啊，他又自恃啊自己有恩啊，对这个陈文帝，侯安都慢慢的就膨胀起来了。他呢平时就招聚文武之士，
大伙儿在一起互相持猎、打猎，然后作诗、吟曲，然后他就对这些文武之士大加赏赐，为所欲为，完全就是一个曹操大丞相的陈朝版。而且呢，他的部下那些将帅、将校，仗着侯安都的势力，好多人违法乱纪。朝廷如果查出这些人，马上这些人就跑到侯安都的他的府邸里或者他的办公府署里躲起来了。廷尉呢也不敢抓人。陈文帝陈倩这个人呢，他的本性呢还是严查的，对此呢还挺愤恨。侯安都呢自恃功高，一点都没收敛，日益骄横，就连给皇帝的书奏啊，他也不依照那种大臣给皇帝那标准格式写，批公文呢也是随开随起，想写什么写什么，所以说就非常的慢慢就膨胀到至极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最过分的一次呢，就要数陈文帝啊在皇宫宴饮那些重要的大臣。那这个时候呢，侯安都飞扬跋扈。当时啊，侯安都喝多了啊，确实是老酒灌了不少，气坐斜靠。什么叫气坐？就等于是张开两腿坐在地上。古代人为什么跪坐？因为古代人没有内裤，你气坐是非常不礼貌的。他就大声问陈文帝：“陛下，现在您和做临川王的时候相比，感觉如何啊？”陈文帝啊，一看他那样，又喝醉了，又对着自己也好家敞开腿在那儿坐，挺恼怒的。刚开始就假装没听见。你说假装没听见，你就别再问了吧。侯安都在这儿喝，确实喝多了，这个醉眼，这看人不清了，不识趣，大声连问了好几次。你想，满朝的贵臣都在座，陈文帝、陈倩没办法，强按怒气，话里有话的回答说：“我做皇帝。”虽然说是天命，但也多亏民工之力。哎，得到皇帝这句大话的侯安都只听懂了一半的意思，得意忘形，哈哈大笑。皇家宴会结束之后，侯安都借着酒劲儿，又向皇帝陈倩说要借用御用的帐饮器具，说自己转天想把全家老小都带过来，也摆他数桌来欢饮一次。陈文帝当时呢也就答应了，内心呢非常不爽。果然第二天侯安都满载了全家的妻妾家小，他自己坐在御座之上，他的那些手下那些宾客，有的辞臣，有的武将，都坐在群臣的位子上，各自呢都在那跪在那儿，像这老侯撑觞上寿就劝酒。陈文帝就对于这些事儿那明镜一样，你想他宫内的宦者还有他身边那些人都一一向他上报，当时就杀心更起。其实呢，侯安都这个人啊，绝对不是曹操，他也绝对不是什么司马家族那些人，他当时呢，也就是恃功骄傲啊，倚老卖老，没有任何不忠之心或者篡位的企图。不久呢，这个宫内的重云殿起火了，他自己还亲自率领甲士呢，这个赶紧就是等于是保卫皇帝，指挥救火。对于老陈家，尤其是陈文帝啊，所以这侯安都你看呢，一直是忠勇不二。但是呢，他带领这帮兵马、这帮士兵入宫救火，本来是忠心之举，但是那些人、那些兵、那些将身上都有兵器啊，这一举动更让陈文帝内心啊更加对他疑忌，就觉得你看你带了这么多有兵器的这个军兵啊，入到我皇宫内殿啊，肯定有什么别的想法。得知皇帝对侯安都不满。当时那中书舍人有个叫蔡景历的，蔡景历我们先前讲过，就是这个陈武帝死了之后，用蜂蜡做棺材的，那个哥们儿，就是知道这个皇帝对这个侯安都不满了，然后就密奏，就说侯安都这个人有谋反的企图。于是呢，陈文帝还挺高兴，马上下诏征侯安都为江州刺史、征南大将军，让他从京口啊回到建康接受新的任命。侯安都呢一听挺高兴。完全没有戒备，率领大批文武随员啊，就入了城了。陈文帝呢，亲自在嘉德殿设私宴来款待侯安都，结果刚喝一杯酒，卫士就冲入，把侯大将军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了。同时呢，御林军忽然冲出，把跟侯安都入城的手下那些将校的兵仗和兵权全部都夺掉了。转天呢，陈文帝下诏赐死侯安都，侯安都死的时候44岁。诏书当中，陈文帝啊，陈倩虽然说声称侯安都骄暴滋甚，
密怀意图啊，说他要谋反，但陈文帝实际上当时也觉得自己亏心，就没有忍心对侯氏家族加以连坐族诛，就下令了把侯氏家族的七口家小全部都的宽饶，而且呢，侯安都死后呢，还对他呢葬以势礼，就是不是说什么戮尸啊、砍头啊，没有，就赐死嘛，还是就等于还是算是好死吧，毕竟是脑袋还在脖子上。我估计啊，这陈文帝陈倩啊，在这个勒死这个缢死这个侯安都之前啊，肯定应该和他见过面，两个人是哭诉谈心。到了这时候呢，侯安都才明白，哎，功高不赏那古训。可见呢，文臣武将如果功高权重，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陈文帝呢，这位杀掉大将侯安都的这个陈倩呢，在位七年，他在天康元年，就566年四月呢，就崩逝了。追谥为呢，陈朝追谥他为文皇帝，庙号世祖。根据史书记载，陈文帝这个人还算不错的，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国家自用，务从简约，妙识真伪，下不容奸。我们要回观陈文帝陈倩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呢，确实是个不差的皇帝。陈文帝死之后呢，他的太子陈伯宗继位，这个就是陈废帝，当时是改元光大。陈伯宗当时多大呢？15岁。这个少年皇帝继位之后呢，那陈文帝就先前从西魏弄回来的他的亲弟弟安成王陈硕呢，他当时呢是作为叔父啊，就等于是马上被朝廷封为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事、都督中外、驻军事。陈文帝陈倩弥留之际呢，曾经当着大臣的面对陈硕表示自己要传位给这位亲弟弟。当时他的做法实际上是个试探。陈硕不傻啊，当着众大臣的面啊，涕泣故辞，边磕头边流泪，我绝对不当。那么这陈少帝继位之后呢，中书舍人刘师之、尚书仆射什么道中举、东宫通事舍人啊，包括这个就是这些官员吧。他就认为安成王陈硕他这个帝望权势过大，因此呢，他们这几个人就假借皇太后的诏令，让陈硕呢出建康，叫他出镇扬州。身为王爷的陈硕见这个诏书呢，开始还挺听话，他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带领属官家人啊就去扬州。他手下有个高级僚属叫毛喜的，这个时候就劝他，我们陈国享有天下时间还不长，今日之诏必非太后之意，大王您以宗室大臣之重，岂可轻出？您一出轻便受制于人，到时候你想当个富家翁都不可能。哎，听毛喜这一番话，陈硕也觉得有理，就声称自己得了重病了，暂缓出京外任。然后呢，他假托有事就招这个刘师之啊入府议事，同时呢，他又派毛喜入禀太后审事。沈太后当时确实不知情，他就对这毛喜说，如今伯宗年幼，伯宗就是那个少帝，就是那个陈倩的儿子，国事并委二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二郎掌管，就只是陈硕，我真的没有下诏让他外镇的扬州啊。而后呢，毛喜就又去见那个小皇帝，小皇帝也不知就里，我不知道，我叔叔没人派他去什么扬州去驻扎。于是呢，安成王陈硕这个时候知道太后也没有命令，这个侄子皇帝也没有命令，放开手脚，马上逮捕并杀掉刘师之等人。由此呢，陈国的国政啊，全被这个陈硕尽揽于他自己的手中。接着呢，他还把坐镇东扬州的，就这个他那个侄子少帝，他的亲弟弟陈茂召回到建康，给他一虚衔，实际上就把这位侄子的兵权也剥夺了，也是怕他手下有人啊出主意，日后对自己不利。不久呢，陈硕就把这个陈茂，就这个召回宫中的这个侄子，派到进宫里值班，说是进宫里值班，实际上就把他软禁起来。那么公元568年底呢，陈硕就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书，诬称少帝陈伯宗和刘师之等人通谋，背李望德，就把这个是侄子废为临海王了，然后把他弄出到宫内别的地方软禁起来了。同时呢，这个陈硕还下令把那个少帝的同母弟啊，那个小孩也这个就是从王降为侯，而且呢，就在他这个外出的路上，派人把这个年仅17岁的那个侄子给做掉。过了一年多啊，陈硕又派人杀掉被废的少帝这个侄子。陈废帝被杀的时候19岁，由此呢，陈硕继位了。这个陈硕就是陈宣帝，他当皇帝之后呢，立王妃柳氏为皇后，
他的世子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叔宝。陈宣帝陈硕呢，虽然当时窝在这江南巴掌块大的地方当皇帝，但他继位的时候的日子还非常好过。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北齐正是武成帝高湛和后主高纬当政时期，朝政糜烂，而北方的宇文氏呢，刚刚篡西魏立国，建立北周，也没有机会啊发兵啊对陈国进行攻击。不久呢，北周的权臣宇文护派使臣来建康，与陈朝约定一起呢攻灭北齐，平分天下。实际上，当时北周宇文护的真实目的就是想让陈军，就是陈国派出军队牵制北齐，以便北周军队能一举灭掉齐国。陈宣帝这个人志大才疏，傻不拉几还真答应了，就在太建五年开始北伐。你别说，歪打正着，陈朝大将吴明彻等人北伐这个一路非常顺利，攻克溧阳、合肥、寿阳等重镇，几乎把整个淮南地区重新拉回了这个南朝。特别是寿阳一战，吴明彻还活捉了先前一直和陈朝为敌的当时被北齐封为这个王爷这个王林。当时呢，这个陈军当中，就陈国军当中，很多人都是王林的老部下，就替这老主公就说情，送吃送喝。吴明彻呢又害怕日久生变，就命令人把这个王林押到城外，斩杀了这位一直忠于梁朝的将军。那王林被杀的时候呢，时年48岁听到他的死讯，当地的百姓是哭声如雷。王林这个人体貌娴雅，喜怒不形于色。而且呢，强记内民，行赏不滥，轻财爱事，因此他在江南一带，无论是将族啊，那些军将啊，包括老百姓，都特别拥戴他。当时呢，北齐的那个末帝高纬，他这个君臣听说先前占领的寿阳地区都被陈国军队攻陷了，还根本不以为忧，反而说：“嗨，本来那些就是他们陈国的地方，就是他们江南的地方，随他们取回去好了。”假如陈宣帝君臣当时上下齐心，一举进攻，很可能呢就趁机把北齐消灭掉了。但陈宣帝呢只是一个南朝的灿主雍主，化淮而治就非常满足了，就在当地他那军队磨磨蹭蹭，号称是休整，实际上是观望，等于坐失了大好良机。北周方面呢，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之际，狗咬狗之际，周武帝宇文邕后来居上后来就是一举击灭了北齐，最终统一了中国北方。中原地区呢如今被北周统一了，陈宣帝却忽然来了精神，想和北周争夺这个徐州、兖州之地，而且在大建九年，就公元577年，下令大举北伐。转年春天呢，陈朝大将吴明彻率领数万大军猛攻彭城，由于这次指挥失误，天时地利人和哪个也不搭边，退路又被周军堵截，所以说陈国的军队在青口之战中遭到大败。吴明彻以及3-4万的陈军皆被这个周国给俘虏了，损失的人马器械无数。此战过后，那几万的陈军只有数千人得以逃回。从此之后呢，北周再也不提和陈朝中分天下的事情，就开始把这个兵锋指向陈朝，屡屡克捷，江北淮南大片土地慢慢的都被北周军队攻占了。如果周武帝宇文邕不死，估计一两年内陈朝就玩完了。公元578年，北周的武帝宇文邕病死了，他的儿子周宣帝宇文云呢，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荒淫暴君，在位期间呢没有再刻意南伐。两年之后，宇文云病死了，北周小皇帝当时才8岁，大权由他姥爷杨坚把持。不久呢，杨坚篡位，建立隋朝，一时间呢费尽心力在国内镇压那个宇文氏原先的势力，他就没有时间对陈国起这个侵伐之心。这才最终使得陈朝苟延残喘了近10年的光景。陈宣帝陈硕在位的时候，虽然当时趁北齐内乱这打败了北齐军队，开拓了不少疆土，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没有什么深谋远虑。北齐在当时国政紊乱，同时呢他又转移重兵呢抗拒这个宇文氏的这个北周，并非是军力特别衰弱，是并非就是说他打不过这个陈朝。北齐因为当时他的这个所有的军力都在抵抗这个北周呢，历史呢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你看北齐刚刚灭亡，吴明彻呢就大败昔日誓言旦旦要和陈朝中分天下的这个北周军队手中，而后呢到了北宋，驻将联合灭辽；南宋之后，驻臣又联蒙古灭金；
这两国刚亡，南北宋也马上接着灭亡。上述种种愚蠢之举啊，和这个陈宣帝实际上同出一辙。陈宣帝陈硕呢，在位13年，他于太建14年2月去世，时年53岁。那么这位陈宣帝呢，实际上长得还是不错的，历史书上记载美容仪，身长8尺3寸，又是手垂过膝，而且这个人还非常有勇力，善于骑射，也算是个文武全才吧。想当初梁元帝萧绎在江陵称帝的时候，命令手下各大将都得把子侄，把自己的这个子侄家属送到江陵入室，实际上就当人质。所以陈硕呢，当时是和他堂弟陈昌，就陈霸先的这个嫡子，两个人到了江陵。那么在江陵的时候呢，陈硕与好友李总一起饮酒，大醉而睡。这李总上厕所发现醉倒的陈硕是一条大龙，因此惊骇而走。所以中国历史上尽记载这些荒诞离奇的事情，一直到民国，还有说这个他那个侍女看见袁世凯是条大龙。等袁老爷子称帝失败之后呢，这侍女又改口了，说见到是一大蛤蟆。由此可见呢，陈硕这条大龙，一生也挺坎坷的。江陵被攻陷之后，他与众多的梁朝宗室啊、属官啊，还有那些当时被扣为人质的大将子弟，都一起被押送到西魏的都城长安。如果陈硕后来，我估计没有登上这个帝位，估计那位李总也不会编出那段故事，他是给大龙的什么这个故事来吓人。陈宣帝陈硕死了，病死了。他的太子呢，陈叔宝就继位了。这位爷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陈后主。陈后主名叔宝，字元秀，小名黄奴，是陈宣帝的嫡长子。一说到陈后主呢，后世议论纷纷，一般人马上就会想到荒淫酒色亡国，什么想到张丽华，想到什么玉树后庭花啊这类等等等等。懂这些文字呢，也马上联想起那魏征对他的评论：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既属邦国舔瘁，不知稼穑艰难啊，等等等等这些词儿吧。其实这位陈后主陈叔宝自小也是命运多舛，2岁的时候江临城县，他和他的爹，这就他的父母一起吧，就被西魏军队就是掠到当做这个俘虏啊，就弄到长安去了。而后呢，陈文帝继位，西魏呢也是先把这个陈硕给放回来了，然后陈叔宝和他的弟弟陈叔龄，这个母子四人还依旧被扣在那儿当人质。当然这个陈叔龄和陈叔宝呢是同父异母，那么一直到陈叔宝10岁左右啊，他才被这个就是当时的北朝放回到建康。因此呢，你想这个人也是从小就经历战乱，生死别离，那么这些东西应该在陈叔宝幼小的心灵当中应该是能够种下艰难苦恨的种子吧。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童年的苦难似乎在这个陈后主陈叔宝这个脑子里全然没有记忆。这个人生来就是个多情种子，天才诗人，而且这位大诗人继位的时候呢，年已30岁，绝对算是长君了。那么陈宣帝陈硕刚刚登顶任期，继位的陈叔宝泪眼未干，他就差点被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始兴王陈叔龄一刀砍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我们上一集说到这个陈宣帝陈硕病重弥留，那么他的太子陈叔宝，还有他弟弟始兴王陈叔龄，以及另外一个兄弟陈叔坚，
这哥仨吧，难兄难弟，入宫侍疾。古代都是这样，这皇帝差不多的时候，他那些儿子们都得入宫侍疾，送个汤啊，端个药啊，而且这个药来之前都得亲自尝一尝。这始兴王陈叔龄啊，他早就心怀异志。起先呢，他就让那个负责宫内负责点药，就是掌管药品的那官吏，把切药刀磨快一点，因为宫内是没事是不允许这些武器啊、兵刃啊这些刀进入宫的，所以说他就让他把切药刀磨快一点。但是你药刀再快也不好使，因为这个头啊、这个锋利度啊，怎么磨也不行。陈叔龄呢，比划了半天，挥舞了半天，试了几次，觉得不顺手。陈宣帝哎，咽下最后一口气，消息传来了，陈叔龄就吩咐从人到外面取剑。他手下的人也不知道他的意思啊，就马上拿出那种上朝时候挎在腰间做装饰用的木剑给他，惹得这位始兴王跺脚大骂。我们要知道，在南北朝时期，你大臣，尤其是尊贵的大臣，类似于三公王爷，他上朝的时候就是他去挎剑的。但是那个剑呢，是一种这个就是礼仪用剑，你不能说真正把剑插在那里再带上去，因此就把这个礼仪用剑给他，他就跺脚大骂。陈叔宝另外一个弟弟，就长沙王陈叔坚呢，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起疑，就暗中监视啊这位二哥。等到陈宣帝的尸体小脸之时，有大脸小脸嘛，古代这个人死了之后小脸的时候呢，陈叔龄就搬出了切药刀，忽然就猛砍跪在他旁边啊地上痛哭的这个陈叔宝他大哥的脖子。药刀啊还是比较钝，他一下砍上来，如果是真的刀真的剑，那一下陈叔宝的脑袋一下落地了，也以后就没有玉树好听花这个词曲了。确实是砍下去之后，呵，虽然说不快，也一下这个力大呀，加上这个刀毕竟是刀嘛，也使得这位这个太子陈叔宝当时就闷绝一地，就一下给砍晕了。这个时候忽然看到自己儿子被砍倒在地，陈叔宝的生母柳皇后啊就从那边跑过来了。你看这陈叔龄丧心病狂，他连这女人也不放过，又剁了这位母后数刀。当时呢，太子陈叔宝的乳母吴氏也在场，赶忙从后面抓住陈叔龄的胳膊。所以说，女人在有的时候，她那个勇气啊，远比大老爷们要强得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陈叔宝啊及时苏醒过来了啊，他当时晕了嘛啊，现在血口流烂的，起身往外跑。陈叔龄呢，这个时候穷凶极恶，赶忙上去揪着他大哥衣服就拉扯，再想给他几刀。死命挣扎半天，陈叔宝呢挣脱得免啊，就没被杀。正当始兴王陈叔龄追赶陈叔宝的时候，这二弟追着大哥就要把他弄死。长沙王陈叔坚这个时候冲入殿内，一下就掐住这位已经发了狂的二哥的脖子，夺去他手中的药刀，然后用衣带呢就把他绑在殿柱子上。而后陈叔坚又急急忙忙找到了太子大哥陈叔宝，得听他吩咐怎么样处理这二哥陈叔龄。没料想啊，这位被绑着陈叔龄啊力气特别大，他竟然啊奋袖挣脱，就把绑的那个东西给挣脱了，然后呢趁着宫内混乱跑出了云龙门。而后呢，这位狂王迟还东府，就他办公那地方，赦免了狱囚，然后把那些监狱里的那些囚犯啊充当自己的战士，然后呢大散金银财宝，披甲提刀，然后把当时在建康那些诸王啊将帅啊都给他们发去这个信息，要这些人跟他自己啊一起进攻皇宫。但你想，他只是个王爷，都城内的王公大臣没有一个人听他召唤的，只有谁呢？只有他一个叔父辈的王爷新安王陈伯固单马来赴。这位新安王呢是陈文帝的儿子，这个人长得是貌露心险，长得很丑，心地也很阴险。而且呢，他和后主陈叔宝的几个兄弟关系都不错，但为什么和这个陈叔龄的关系好呢？因为这两个人啊有一种共同的爱好，就喜欢到郊外射野鸡，所以他们在一块儿待的时间就长，关系就越来越好。所以说呢，一起来谋划，那怎么样造反？想当初啊，这个陈宣帝太建元年，当时啊年仅16岁的这个陈叔龄，就这个狂王就被封为都督江颖晋三州驻军事，
独当一面。你甭看当时16岁，这小子也是少年老成，生性非常严苛，在当地统治的时候特别横暴。太建3年呢，他又被他的父亲皇帝呢，这个陈宣帝就是又升为这个又把一大片的土地，什么襄啊、衡啊、贵武这4个州啊都归他管，又封他为平南将军。那么在平南将军的任上呢，陈叔陵是为所欲为。你想他岁数越来越大，坏事干越来越多，尤其他对当地的少数部族啊，不时就是横征暴敛，大肆抢掠，横加那个徭役啊、兵役什么的，无所不至吧。因此呢，由于他的凌虐。这种这个统治，就当时当地的人造反的特别多，凡是对他阿谀奉承的升官发财，但凡有忠厚老实的不知道怎么奉承他的，不知道给他送财宝的他就逼辱致死，我就整治你。这样看来呢，要想在当时活命，我们想尤其是在他的统治之下，会看脸色拍马屁就显得尤为重要。就这么一个坏蛋，由于他爹陈宣帝对他的宠爱，太建9年，他官又升了，扬州刺史、都督扬徐、东阳、南豫4州驻军事。太建10年呢，又把他征入建康，在东府治事。我们要知道，东府就几乎是皇帝之下的那个最高的宰府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国中第二人了。当时的太子陈叔宝呢，虽然是储君皇太子，但有皇帝的亲爹活着，太子就是个摆设。他手中的无君无帝，没有实际的统治权。而这位王爷陈叔陵呢，无论是在外任还是在京城内的东府他都爱在白天睡觉，夜晚玩乐，然后到晚上通宵达旦，把那些所有的手下那些佞臣小人宾客都叫过来嬉笑叙念，喝酒喝大酒无所不为。但他本性，他本人是不爱饮酒的，只是在府内大摆这个猪肉，然后他自己在那儿吃，昼夜狂啖不休。但是他手下那些人，他随便喝酒，他就爱看那帮人喝酒玩。每逢上朝，陈叔陵还特爱演戏。这王爷藏在车中啊、马上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洋洋自得，做出一副那种手不释卷、翩翩大儒的样子。这老小伙只要一回到自己的王府，马上就脱光衣服，让府内的仆人啊，马上召集那些艺人杂耍，大做什么那个幕后百戏。无论什么杂技呀、登梯呀、爬高啊、什么的顶杠啊，他都要自己亲自参与。此外呢，陈叔陵这个王爷平时最大的爱好之一呢，还是喜欢当盗墓贼。我们要知道，建康就是今天南京周围古墓众多，他就常常率领他手下100-200人，就在这个墓地之间这个游览，纵马赏观。你说一般那个地方谁爱去？阴气森森，他爱去。只要他看见墓志铭上的墓主是知名人物，他一定会驻马停留，下令左右马上挖。因此盗取那个石质啊、骨器呀、把那些东西他特喜欢。反正死人墓里的东西他挖开之后，按理说都是文物了，弄回他的王府赏玩。这倒也罢，你说这位王爷，你这个这些文物啊、这些墓志铭啊，还有个书法啊、什么笔锋的意思，你看看那些东西。他还爱干什么呢？把名人的那些骨头挖出来之后，什么骸骨肘颈，无论是脑袋就小腿大腿的那骨头，他把那些东西弄回王府洗干净了，就没事还天天在那盘赏官把玩。而且呢，把这些名人的府库还都登了标签，藏在他家仓库里。游玩途中，只要他在路上看到有色貌这些民间的这个女孩，他马上就立刻进行这个奸淫。他有权势，王爷嘛。不仅如此，他左右的那些属官，他手下的官吏家里的那个妻子啊、女儿啊，也时常要他们都替他们的父亲或者丈夫到陈叔陵那里去值班，说是陪他的王妃玩，实际上就供他淫荡。所以说这个种种丑事吧，你说他当王爷的时候，他爹知道不知道？陈宣帝是一直有耳闻，但是这个人太宠爱他自己的儿子，从来没有说为此加罪他，只是责让他，说说他而已。你以后别这样说，我听谁讲了。你看，这就找到根源了。陈叔陵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是跟他父亲一直对他的溺爱这个过于溺爱，确实是有关的。所以说到陈叔陵这个成长过程，我也想到
从前呢，你看大伙儿这个朋友圈里就转发这篇文章，毁掉一个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百依百顺。所以说教育问题啊，不是说现在是个大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就是个大问题。那么陈宣帝太建十一年，就公元579年，陈叔陵的生母彭氏去世了。我们要知道，东晋以来，啊，这南朝的王公贵族一般葬在哪儿？都葬在建康附近的梅岭，也就是今天南京城南那个地方。这个梅岭呢，就犹如洛阳附近的北邙山一带，就是特有名的一个墓葬之地。于是呢，陈叔陵要把他生母葬在这么一块风水宝地上。找来找去呢，他发现东晋太傅谢安的墓地位置不错，就让人把谢太傅的大墓砸毁，从中呢抬出来依旧没有完全腐烂的巨大的那个棺柩，就近找个地方，把鼎鼎大名的谢安谢丞相的朽骨就扔了，然后呢，他重新构筑墓室，把他生母彭氏的尸身呢葬于其中。我们要知道，东晋末年那桓玄啊到建康，他就想占谢安的旧宅啊当他的指挥部。当时谢安的孙子美男子谢浑啊力争抗诉，桓玄啊贵族子弟，而且当时已经朝权在握，准备当皇帝了，对于王谢大族的新尊依旧是心存尊敬之情，最后让了一大步，谢家大宅呢当时也就保留了。你看现在到了陈朝，陈叔陵这个王爷问都不问，就把这么一个谢安江左伟人谈笑镜湖沙的啊这样一个哎就宰相的尸体刨出来，哎就而且愣把他骨头给丢了。当时呢，谢安的九世孙谢真刚从北周回到建康不久，还有一个招远将军的军号，哎，知道这个事儿，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任凭啊他的赫赫先祖的大墓被人捣毁，那么谢安的骸骨呢也散落四处。陈叔陵这位王爷捣毁谢安墓这一事件呢，也暗透出这样一个消息：高门士族连同南朝的命数一样，在当时已经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你说这陈叔陵把谢安墓捣毁了，把他亲妈给埋了。真正在他亲妈这个就是丧期，按理说27个月，他没有，他妈死了不久，他刚把他妈装棺材埋到谢安墓之后，哎，他就假装的天天哀悔过度。哎呀，我这个太想念我的生母了，我得表现我多孝顺啊！他就向朝廷呈现一部《涅槃经》，自称是怎么写？自称是赐自己身上的鲜血写成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在南北朝时代，用自己身上的血来写经，无论是和尚还是平民特别多，因为当时佛教盛行。但真正这个《涅槃经》是不是他自己写的？沾着身上的血写呢？根本就不是，他是让手下人用狗血写成的。所以说这太坏，你说如果用王八血，那就更恰如其分了。在他母亲的丧礼之上呢，陈叔陵一脸哀痛，一回到他自己的王府就大吃大喝，嘲笑皇哥，哎呀，典型就是个双面人、伪君子。仔细分析呢，陈叔陵这个人并非像先前南朝那几个小皇帝那样，属于那种青春期叛逆，就属于青春期那种小神经病似的，不是。当他用大药刀砍他哥哥陈叔宝的时候，他已经29岁了，年近耳立。而且呢，这个人又不是什么精神病，他在外镇和东府管事儿的时候，管理属下还特别有手段。他和太子哥哥呢，也没有深仇大恨。你说是陈叔陵和陈叔宝没有，两个人小时候还一起被西魏人一同押到这个长安当为人质呢。就这样一个成年人，竟然他父皇刚死，就胆大包天，当众谋杀他的太子哥哥。所以说，真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想法。我估计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先前他爹陈宣帝对他骄纵过度，让这个陈叔陵啊总觉得自己是父皇的心肝肉，应该理所当然，我就是皇位继承者，我就是这个陈国的皇帝的这个继承人。就这样，这位陈叔陵在京城是又把那囚犯啊给放了，又招兵买马，凑了半天。也就凑了1000多人，但是呢，当时建康城内呢也没多少军马，为什么呢？所有的大军都外出啊援疆防守，那皇帝刚死嘛，京城空虚，大乱忽然内起，长沙王陈叔坚哎还算镇定，他马上请示柳皇后，派太子舍人司马申出宫，以太子的名义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宫受令。萧摩诃啊，是特别有名的陈国的大将军，虽然他当时手下只有数百兵马，但他是百战名将啊，职业军人出身。听说这个皇太子
这个四皇储君有命，马上是披挂上马，直奔洞府杀来。而且在城西啊，那个西门啊，屯置重兵，就防止这个陈叔陵逃跑。听说这个萧大将军亲自带兵来，陈叔陵心慌了，赶忙把自己的全部仪仗鼓吹、仪仗队都送过去，而且许诺说自己当上皇帝之后，马上升任萧摩诃为宰臣，就让你当二把手。萧摩诃这个人呢，哎，智勇双全，回报就说：“王爷您马上派您的心腹人来，我才敢相信啊，这是您的命令。”陈叔陵呢，这个时候非常高兴，赶紧派他两个心腹谋臣，一个叫戴温的，一个叫谭麒麟的，这两个人是他的，等于是他的心腹吧，是他的这个谋主。这两个人快马加鞭赶到萧大将军这个驻兵的地方，两人刚下马，萧摩诃指挥手下的兵士立刻把这两人捆住，当地咔嚓两刀，人头落地，斩首示众。忽然听说自己左右手已经被这萧大将军杀了，陈叔陵啊知道大事不妙，马上飞奔入到他自己的内宅，把他的王妃张氏和平时他最宠爱的六个美人，哎，唤到井边，也不多说话，亲自动手，哎，当当当几下，把这些美女啊头朝下都扔到井中淹死。所以这陈叔陵够狠，然后呢，纵身上马，率领左右亲兵数百人，想干嘛呢？想奔逃到城外的新林，因为新林呢有他的嫡系部署，有一支部队。如果他能活着跑到新林，陈叔陵呢大就可以呢，然后乘舟船入水路，逃跑到北边的隋朝。结果呢，这一行人刚刚跑到白杨路，萧摩诃手下的军士已经在那里候着，齐声叫喊，手舞白刃。双方刚一交手，陈叔陵手下就被萧摩诃的手下军士砍死不少。你毕竟他手下那些乱兵好多还是囚犯，战斗力根本就不行。跟随陈叔陵的这个新安王陈伯固见势不妙呢，调转马头就往路边的小巷子里跑。陈叔陵这时候也生气，拔刀就追。他没想着先抵抗了这个追他来追杀他的人，他看见自己的同谋要跑，他就拔刀就追。陈伯固呢，这位陈叔陵的堂叔也没办法，只得被迫返回自己这个堂侄的这个陈叔陵的身边，还跟他在一块干。也就打斗了一会儿吧，按现在来讲估计十来分钟，陈叔陵手下的兵是死的死，逃的逃，剩下几十人呢马上解甲应刀，举手表示投降，跪在当地。慌急之间，陈叔陵呢瞋目驻马，瞪着眼睛在那儿骑在马上，不知所为了，不知道干什么了。想必这个时候呢，陈叔陵也看清楚了，他身边养的这一群啊，完全是有福可同享，有难不可当，是这样一帮酒囊饭袋。这个时候呢，萧摩诃手下有个名叫陈智深的，不是鲁智深啊，骑兵队长挺枪迎刺，一下就把这王爷挑于马下。本来呢，跟随陈叔陵造反的有个小宦者王妃琴啊，这个历史书上也有，而他心眼快，反应更快。他竟然抽出腰间这个刀，对着这个陈叔陵啊，当地就剁，猛砍陈叔陵啊十多下。另外有个叫陈仲华的骑兵队长，这个时候纵马近前，他邀功心切，一刀斩下陈叔陵的脑袋，持送攻城。至于陈叔陵同党新安王陈伯固，都不用细说，当场也被这个兵士白刃齐下，砍成数段。看着这个陈叔陵的脑袋，这个叛王的脑袋，陈国的朝廷大臣们这时候就坐在一起了。怎么处理他？怎么处理陈叔陵？陈伯固这两个人虽然死了，还是得处理。那么依据南朝宋国那元凶刘绍，我们前些集讲过，他那个是他父亲宋文帝的那样的这个榜样吧，把陈叔陵原先的宫殿毁为猪圈，然后把他所有的儿子全杀了，挖毁他生母的彭氏坟墓。你说？这彭氏白把这先安墓给占了，在这尸体这还新鲜着呢，弄出来刨了扔了。那个先安王陈伯固呢，死后的下场还算比较好，他的妻子儿女啊只是被废为庶人，免死不杀。而立功的两个骑兵队长陈智深、陈仲华分别被封为内史和太守啊，这样的这个很高的职位。那么快刀猛剁陈叔陵尸体那个小患者王妃琴呢，哎，也得受伏波将军转祸为福，但这个官号授给这个太监，说句实话，确实，你想谁是伏波将军？马援啊，这么好的一个官号，哎，授给这么一个人，确实是，可见当时陈朝也是没人。
这次内乱呢，长沙王陈叔坚功劳最大，陈叔龄的职务呢几乎原封不动的都被陈叔宝转移到这个他这个弟弟陈叔坚的头上，什么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没过几天又加迁他为司空。由于当时陈后主脖子上伤很重，他就不能处理政事，所以朝政大事都由陈叔坚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倒好，这陈叔坚这个弟弟一时间呢世倾朝廷，感觉一上来这位长沙王也就不知道自己行老几了。我们就知道有一句话，权力使人腐败，集权使人极端腐败。这个长沙王陈叔坚大权在握之后呢，放肆骄纵，陈叔宝慢慢呢就开始知道这个弟弟也不是好人啊，就逐渐疏远他，对他产生了遗迹。而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那些东宫旧臣，包括什么孔范啊、管斌啊、施文庆啊，什么这些人，这些大臣对陈叔坚呢，等于是又妒忌又愤恨。一看，你看这个王爷从前对自己挺客气，现在俨然他就是天下第一人，就等于这些人就白天黑夜在陈后主、陈叔宝面前就说这个陈叔坚的坏话，什么匿名信、告状信，不停的堆在这个陈后主的这个案头。陈后主至德元年，也就公元583年，朝廷这个时候下诏，就把这个陈叔坚啊外出为江州刺史，还没有出镇呢，还没有出去当官呢，可能啊还是有人劝这个陈后主，你不要纵虎外出。朝廷的诏旨又下来一封，封这个陈叔坚为司空，但把他手中所有的兵权还有人事任用权全部都去掉了。对此呢，陈叔坚就非常愤恨，心怀怨望。泱泱之余呢，他又开始使用旁门左道。什么旁门左道呢？他让手下的匠人制作木偶，这个木偶真人大小，把这个木偶穿上道士之服，其中内部设特别精密的机关，白天黑夜连轴转，起立跪拜，昼夜祝祷，诅咒陈后主早死。显然呢，我们可见陈朝时期中国的科技已经非常进步，不用电，不用发条，机器人就跟真人一样灵活自如，还能涌动。可惜你看，这些绝活没有用于生产生活什么军事方面，把这些好心思都浪费在乱七八糟的左道巫术这些旁门啊这些东西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同年冬天就有人上书告长沙王诅咒皇帝之事。陈后主得知消息之后大怒，派人就把长沙王啊这个整个王府搜查一遍，一看人证物证齐全，那小机器人也搜到了。最后呢，这个事情就坐实了，因此就把这陈叔坚囚在宫内，准备赐死他。当夜呢，陈后主还命令进士太监宣读敕令，隶属这长沙王的罪行。这个时候呢，陈叔坚跪地伏罪，大哭，连称自己该死。不过呢，这王爷还有心计，伏罪之余，他还哭在那儿说：“臣本无反心，但欲求亲美耳。陈如今犯了王法，罪担万死。臣死之日，必于地下见陈叔龄。”愿陛下您宣明诏，让弟弟我在九泉之下痛斥这个逆贼。所以当时这个长沙王陈叔坚的意思也很明白，就表示他自己虽然犯法，但根本就不是想篡位，只是呢，想这个巴结这个皇帝啊，来求得荣宠。既然现在我要被大哥您弄死，我死也死个明白，我带口信给地下那罪人陈叔龄，我再申斥他昔日悖逆之罪。哎，你别说，长沙王陈叔坚，这一出丑表功，真管事儿，苦肉计。陈后主呢，一听这个太监回来把这事儿一说，感念这位这个弟弟的前功，毕竟当时要没这个弟弟救自己，可能就被当时那陈叔龄给砍死了。于是呢，下诏赦免他的罪，以王爷身份呢把他免官还家。不久呢，念起旧情，这个陈叔坚呢又重新获得启用，封他为侍中、镇左将军。此后陈叔坚就很乖了，再也不敢闹事儿，也不敢在后主的宠臣面前摆谱，见谁他都当孙子，洗心革面，奉公守法。后来呢，陈朝亡国，陈叔坚呢更是以亡国王爷的这个身份呢入关，被隋朝呢迁到瓜州安置，他还改名了，叫陈叔贤。当了大半辈子的尊贵王爷，他根本就不知道稼穑艰难，这个时候他就变成平民了。那么这位王爷一看到了隋朝，你现在变成平民了，他家里还是有点钱，与他的发妻就沈氏，本来是个王妃了，两人开个酒馆，当炉沽酒，等于是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跑堂，也是作为改造很好的前朝样板广为人知。在隋炀帝时期呢，这位这个落魄王爷呢还当过隋朝的这个遂宁郡的太守，最后算是善终于家。
我们现在呢，回转话题，刚才说了半天这个陈叔坚，我们该仔细讲讲啊，我们要仔细要说的这个陈后主啊，陈叔宝了。根据《陈叔毛喜传》记载，这个陈后主陈叔宝啊，那不被他弟弟始兴王陈叔霖砍伤了吗？等他的伤口刚好，他就开始呢在后殿置酒，把那个江总啊那些他的佞臣就开始召集起来，然后呢，把那个乐就是音乐班子，就是御用的那个乐队啊叫来，然后就开始奏乐赋诗。可见呢，这老哥们呢，确实是文学中年这种秉性。你说这个时候伤刚好，亲爹按理说还得为他亲爹守孝，他这个时候就不顾这，就开始搞创作了。当时呢，陈后祖的父亲陈宣帝呢死了，实际上还不到一年。依据礼制，他做儿子是不能奏乐饮酒。至于陈后主在那场大酒席宴上创作的这个诗文全文啊，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究竟。看到皇帝如此不孝顺，大臣毛喜啊心里挺不高兴，就假装心绞痛，在那酒席宴上忽然就昏过去了。这样一来呢，等于就搅了陈后主的雅兴。那这位毛喜是谁呢？正是先前给后主的父亲陈宣帝出主意不要外出啊，就是不要外出的京城的那位及时雨。陈宣帝先前能够登上帝位都是靠这个毛喜这个人的策划。陈后主酒醒之后呢，就对左右亲信说，我后悔招这个毛喜入宫陪咱一块喝酒，他肯定没病，就假装心绞痛搅咱的清醒。你看把咱们如此的一个欢乐的宴席被他给搅黄了，此人负气肯定不为我所用，我准备把他交给播阳王兄弟让他们报仇算了，让他们这播阳王兄弟把他弄死。播阳王兄弟是指谁啊？是指陈文帝那些活着的儿子。因为播阳王啊，陈伯山他的哥哥陈伯茂以及陈废帝都是毛喜出主意被陈宣帝杀掉了，所以说他这样一说就是想，你看我就让那帮人把他弄死。陈叔宝的佞臣司马申呢，等人马上就附和。但当时呢，中书通事舍人有个叫傅载的，他这个大臣不同意，他说您陛下您不能这样做，如果把毛喜交给播阳王兄弟杀掉，先皇地下有灵，他会怎么想呢？陈后主呢毕竟还是个文人，一听呢也觉得有道理，就把先前啊这位对自己父皇劳苦功高的毛喜这个大臣就废置不用，外派到一个小地方当官。由此可见，陈后主陈叔宝啊虽然昏庸，他秉性啊不是说特别毒。即便如此，你看他一继位就开始玩乐，这个大臣对他进行劝谏呢，他又起心思杀人，所以说他亡国之君的这种面貌呢，已经隐隐约约的显现出来。陈后主当皇帝时期的陈朝呢，他的国家的这个实力也比起前朝来讲已经大打折扣。那么到底陈朝国家他现在的实力与敌国北周和隋朝相比，到底是相差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我们上一集讲到，到了个陈叔宝，南朝陈国的陈后主继位的，他继位之后啊，南朝的这个所谓的大陈国，疆域实际上特别局促，人口也就200多万人，户啊50万，比起先前南朝刘宋时期的，当时是户近百万，人口470万，将近这个500万，基本上打了对折了。
当然，真正的人口数还有户数应该比官府的统计数字肯定要多一些。但上面这些数字呢，也虚透出这样一种消息。什么消息呢？南朝宋齐梁陈确实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陈后主时期啊，南朝自耕农的破产日益严重，政府的编户呢，当然这个数字是随之锐减。而且呢，陈叔宝时代，陈朝繁重的徭役兵役以及官吏的那种层层盘剥，使得广大底层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衣食无着，而且南朝兵士的身份呢也越来越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见南朝陈国的战斗力，他们军队的战斗力啊，肯定会随之衰弱。此外呢，在当时的中国北方，隋朝建立了，皇帝杨坚本人他就是汉族，北朝地区的人民呢，基本上在当时已经完全汉化了。这时候你南朝方面还在以什么犬羊啊、索鲁啊、兴山啊这些言辞，激发民族情绪啊、激发民族情结来抵抗北方军队啊，实际上已经不好使了，难以奏效。而北方的汉族啊、鲜卑啊那些部族士兵，他从西魏开始就在均田制基础上呢，创造性的发明的府兵制，军人那种自豪感、荣誉感以及他们身份那种日益提高，使得北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因此呢，陈朝的灭亡只是时间上早几年晚几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呢，杨坚还篡了这个北周，他所谓的禅让呢，建立隋朝。建立隋朝初期呢，他和南朝这个陈国很想搞一把这个睦邻友好关系。当时那陈宣帝还活着，对杨坚这位没见过什么功业的北周的篡国老丈人，他根本就不感冒，也不约束他自己手下的陈国部队啊，去侵略这个北境，就说跟这个隋朝也时不时的这个兵民啊，就是过去一把来抢些东西也回来。当时呢，隋文帝杨坚呢还挺生气，曾经派遣隋军呢一度南征，哎，正好赶上陈宣帝呢病死了，按照古礼呢兵不伐丧啊，隋文帝就下令班师，接着呢还派遣使者啊前往陈国去吊唁。而且这个去信当中呢还谦恭的什么呢，称姓名顿首啊，这个就等于是把自己位置摆得很低，你想人家也是一国皇帝，这个吊唁的这个国书当中，哎，称姓名顿首，有这样的字句。接到隋文帝杨坚的书信呢，陈后主陈叔宝的自我感觉呢还挺不错，认为隋兵啊他是退走而不是什么撤走。陈叔宝呢自恃他有文才，看到这个杨坚来信这么彬彬有礼，自己更加自傲。他回书，就国书他得写回书啊，皇帝也给一国皇帝给另一个国皇帝写回书啊，就是回信吧。竟然还有什么字句呢？相比统内如仪，此宇宙清泰。这种完全是非常巨傲的啊，这样的一种傲慢的这样的一种词语。隋文帝看到，你看这些对自己不礼敬的文字呢，实际上心中也是非常恼怒。公元583年底，陈后主陈叔宝呢就派陈国的使者去隋朝。事前呢，他就听说杨坚这个人状貌异常，就派善于绘画的那个袁彦一起去。回来呢，就把那个隋炀帝的那写真画给自己看。这个岑子回来之后呢，等于就把杨坚的这个相貌仔仔细细画了一幅类似于工笔画这个东西。展开画幅之后，看到杨坚沉毅魁奇的那个姿容，陈叔宝吓得心惊肉跳，赶紧以袖掩面说：“吾不欲见此人。”急忙让人把这个画像赶紧给我拿走。可笑的是呢，日后这位陈后主不得不数次见此人，而且是以被俘的亡国之君的身份去参拜这个人。陈后主呢继位两年多啊，便在这个光照殿前建造三座宏丽高大的新的楼阁，分别还加以命名，什么临春阁、节齐阁和望仙阁。当初呢，陈后主被兄弟陈叔霖砍伤，他在城乡阁养伤。他的结发之妻呢，沈皇后呢，不受宠爱，身边只有张贵妃张丽华这一个人伺候他，所以说这个张妃啊，宠冠后宫。张丽华这个美人呢，出身于普通的兵家，八九岁的时候呢，就这个到这个太子宫内服侍陈叔宝，就成为当时巩贵嫔的这个侍女。
他十多岁的时候呢，陈后主一看那小姑娘长得越来越好看，就非常喜欢，哎，就临幸了她。哎，一次临幸就有了身孕，他就生下了太子陈申。此后呢，陈后主继位当皇帝，马上就拜这位宠姬为贵妃。毕竟自己出身贫贱，张贵妃呢，她聪慧的秉性呢就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她拥有男人最为心醉的美德，在古代啊，什么美德呢？不嫉妒。她常常把相识的美貌宫女推荐给陈后主临幸，所以后宫那些女人啊、宫女啊、那些妃子都特别喜欢她，争相传说张贵妃是个善良而且善解人意的这样的一个好人。当然了，这个南朝的这个陈国的胡同串子出身的张贵妃啊，她也喜好压媚之术。什么叫压媚之术？就常常召集巫婆神汉在后宫歌舞祈祷。陈后主本人呢，也喜欢看这些这个仪式，常常加入这些密戏之中，亲自观赏，以为笑乐。由于张贵妃她自己的家族啊，出于民间仕访，就一胡同串子嘛，她自己呢就喜欢增访外室。听闻这个民间的这个到底传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让他自己手下人到处去采访这些消息，然后这些消息这些小报告传来之后呢，张贵妃马上呢一五一十就告诉陈后主。为此呢，陈后主还特别高兴，大肆重用张贵妃他的宗族人啊，他的张家人做官。张贵妃呢确实长得非常非常漂亮，发长七尺，鬓黑如漆，估计比现在电视给洗发水做广告的明星啊，哎，那好看得多，醉人心目。而且你现在拍广告，女模特你得往头发上倒油，最后才能拍出那种特殊的效果。人家张贵妃是真正的天生丽质啊，不用什么妆粉，不用倒什么油，已经是风采浑然。而且呢，这张贵妃张娘娘气质还特别好，容色端丽不说，行止举止非常有风度。而且他沾饰起来，所谓的沾饰异常，就是说流光溢彩啊。史书上怎么记载呢？光彩溢目，照应左右。你想这么一个绝色的美人啊，即使还生过小孩，她身材也没有任何走样。她经常在这个高阁之上对镜啊，亮妆啊，对镜在那儿自己化妆，宫中遥望，飘若神仙。所以说下面的人一看，上头简直就是类似于嫦娥啊，就在这个楼阁里坐着。可以说呢，这个张丽华啊，绝对是我们中国古代女人当中的无瑕绝品。你想，她用不着特意摆什么姿势，钻什么角度。你看现在女明星啊，动不动脸上得动多少刀，而且这个镜头得专门照她左边、照她右边哪儿才能好像是她绝美的这一个方面。人家这个张贵妃全方位，你从哪边看哪边照，绝对都是绝色的美人。更让人心羡的是什么呢？张贵妃呢，还不是那种脸美无脑之人，哎，才辩清晰，博闻强记，对皇帝陈叔宝啊也是知冷知热。那么当上皇帝之后呢，陈后主他就倦于政事，你百官上的书奏啊，都是由两个太监送到来这儿他预览。那么陈后主呢，每每把张贵妃抱至膝上，哎，这两个人一起是批决奏章。这美人呢，当时自己就可以做主，而且就是在那批阅奏章，条理分明，批奏有度。她并不像慈禧，有的时候也瞎批瞎弄着。人家这个张贵妃是真正懂得这个天下政事。陈后主本人呢，自然也不是刘禅那种啥都不会的庸君，本身大文学家、大诗人，绝对是国家一级作家。眼见这张贵妃如此聪颖伶俐，就对她更加宠爱，简直是计无不从，言无不听。所以说呢，张贵妃算得上是与陈后主啊是一身病体，恨不得白天黑夜这两人就捏成一块，绝对是模范夫妻吧。那么除张丽华之外呢，陈后主呢当时还喜爱别的几个美人，什么巩贵嫔啊、孔贵嫔这两个贵嫔，还有王美人、李美人两个美人，还有张淑媛、薛淑媛两个淑媛，以及什么袁昭仪啊、何婕妤啊、江秋荣等人。这个什么昭仪啊、婕妤啊、修容啊、淑媛啊，什么贵嫔，这都是妃号，并不是他们的名字。他成日呢与这十几位美人流连在一起，确实也真够他忙活的。虽然先前他被他弟弟陈淑林砍了一刀，歪打正着，我估计不知道把他哪根神经给砍错了，让这个陈后主更觉得这个人生短暂，要及时行乐。不仅好色爱美，陈后主陈叔宝呢，实际上还真正是一个高级脑力劳动者，诗词歌赋件件不落，
他天天带着后宫这群美若天仙的嫔妃和他手下那些大臣们共同游宴，而天天赋新诗，互相赠答。而历史书上记载呢，他怎么样呢？采其游宴丽者以为娶此，辟以新生，选宫内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席而歌之，分布叠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林春乐等，大旨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可见呢，他在宫内举行的数场大型豪华阵容的这种歌舞套曲，都是他为他就是平常临幸的喜欢那些美人们所作。可见陈后主确实是爱美、颂美、赏美，我们历史皇帝当中第一人。至于陈后主为美人们新建那个三座那个大高大的楼阁呢，绝对是极尽奢华，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有壁带、悬梅、栏杆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兼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贵其珍丽，近古所未有也。我们可以想见啊，这些高大的楼阁绝对是最豪华的装修，而且都是真材实料。以我们现代人有限的想象力，你再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那种骇人心目的奢侈景象。我们想一想，朝日初照，江南风暖，宝石珍珠金银那些光芒映彻宫廷，微风攒至，香闻数里。你看我们现在在承德避暑山庄有一南亩殿，那地方还专门开辟出来，还专门收钱才能参观。夏日凉风吹至，我进去过啊，游人游客一进去马上就有沁人心脾之感。而陈后主那一系列宫殿都是上好的沉檀香木，那豪华奢侈的程度我们现在只能闭眼想象，而且那样堂皇富贵那种园林池苑确实是让人遐思无限。但那种沉檀香木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紫檀，紫檀这个东西是在明朝后期才进入中国的，那个沉檀香木比那紫檀还要贵。我们要知道，大凡文人吟诗作赋，你自己摇头晃脑非常没意思没劲，得需要一帮人互相吹捧啊，拍案叫绝啊，这样附和才算过瘾。陈叔宝，你想贵为皇帝啊，贵为人主啊，他当然不缺乏这些酒肉朋友和诗文朋友啊。他手下那个仆射江总，虽然说挂名宰辅，实际上就是一老花花公子。这位江爷江总当时都60多岁了，花白胡子一大把，不亲政务。天天和那都官尚书孔范等10多个名士在后宫就是试验，天天陪这个后主陈后主陈叔宝喝酒这个作诗，而且呢插科打诨，嘲笑饮酒，无所不为。所以当时啊，这个陈朝陈国的人就称这些人为什么呢？为侠客。那么佞臣孔范呢，他更会趋炎附势，他和孔贵嫔结为兄妹，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孔字嘛。这倒好，你看陈后主倒成为这个臣下的妹夫了，同时呢，又有后主当太子时那个从干施文庆，以及施文庆的老朋友叫沈克卿的，这些人都掌理国家的财政大权，不停就加重对人民的税赋盘剥，以满足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这些人呢，你想，全是一些低能小财，聚敛无度，所以说国内的百姓啊，皆怨无数。如果陈后主他国内只是一帮清博文人，你想这帮人饮饮酒、赋赋诗、好好色，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祸害。偏偏孔范这些人，他自以为文武全才，感觉好得不得了。如果估计没有双脚在下面坠着，早就他自己飞上天上去了。他就对陈后主说：“你看外镇这些武将，行武出身，匹夫之勇，哪有什么深谋远虑啊？”一听这样如此说，施文庆、司马深等人也在一旁附和，对啊，还是我们这些诸葛亮啊能耐。这样一来呢，只要陈朝的将帅稍微有一点过失，陈后主马上就下诏把那些武将手下的兵马全部都夺去，然后就分给孔范这些文士归他们指挥。陈国大将任忠呢，当时是几朝老将，他属下的部曲也被后主下诏解散，重新拆散之后再行安排，然后就是指派到他受宠的几个侠客文士手下当差。如此一来，陈朝所以说可谓是文武解体，各个思辨。陈叔宝这个人确实是昏淫奢靡，但他的诗词确实做得不错，文学修养极高。我们想一想，这数年酒醉金迷这种堆砌，他文采是不能不绚烂。咱们读史之余啊，咱们
拆解一下的柴叔宝有一首这个诗叫《独酌谣》啊，就讲喝酒的。我们从这个诗里就能看见这位大诗人的所谓的风采吧。《独酌谣》，独酌且独谣，一酌起桃黍，二酌断风标，三酌意不畅，四酌情无聊，五酌余意复，六酌欢欲调，七酌累心去，八酌高志超，九酌忘物我，十酌呼凌霄，凌霄一语意，任志得飘飘，宁学世人醉，阳坡去我遥，而非浮丘泊，安见王子乔。我们乍一听刚才我给大伙讲了这个独酌谣，可能有的这个观众觉得这听着这个耳熟啊，确实是。后来有茶中亚圣之称的唐朝诗人卢仝有个七碗茶诗，但那七碗茶诗他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走笔谢孟简义寄新茶啊，这个诗流传千古，现在好多茶庄你看后头那个匾上都弄的卢仝那首诗。他的诗意和诗碎，就是真正的这个精髓，就是脱自陈叔宝的这首诗。我们大伙儿知道卢仝那首诗：日高帐午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晕简易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剑晚剑兼意面，守月月坛三百片啊。后来又一顿铺陈，什么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什么五碗击鼓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啊，等等等等吧。估计好多爱喝茶的朋友都会背这首诗。你看卢仝这首诗，他就是可以说是习啊，就是不能说抄袭啊，是因袭陈后主的这个诗意。但是这卢先生呢，人家属于形而上了，以茶代酒，而且他的这个是怎么的，这茶一酒一变成茶，他整个的诗境和意境呢，就把从前那种推靡啊，就一下就变了，变得高雅深沉，可谓是超逸有道，习逸有道，化腐朽为神奇。当然了，说到陈后主的诗，就不得不提他那首流传千古的，也不能说流传千古吧，千古之后人都所尽知的这个玉树后庭花，但内容好多人都不知道啊，他的《玉树后庭花》写的也特好：立于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胶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如果我们懂得古诗的话，可以发现这首诗的这个诗句啊，绝对是特别高雅，但它诗格却非常的低俗。此外，我们还要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陈后主和他的结发妻子沈皇后的关系很冷淡，很一般，一年半载才去看这个沈皇后一次，即使要是去看望呢，这两个人也没有那种夫妻欢爱的那种感情，坐一下马上他就走了，这回他对张贵妃那个态度简直是判若云泥。沈皇后这个人呢，贤惠又隐忍，每次呢总是起身安然相送，把他夫君送走，也没有任何相留之意。陈后主，你说你自己不正经，他还问沈皇后，你说你怎么也不说一句留我的话呢？对皇帝这样的问话呢，这沈皇后确实无语。你说自己的原配皇后这么老实，陈叔宝老不正经，他也是诗性大发，作诗，这诗名叫什么？叫戏曾沈后。留人不留人，不留人已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当然后来这改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原始的出处就是陈叔宝。你说这不诚心弃老实人吗？绝对。所以说这个陈叔宝是渣男当中的渣男。在陈后主陈叔宝他这个陈国这个朝廷当中，也并不是说没有正人君子，应该说铺陈他这么多佞臣词臣，他有好人。中书通讯舍人傅载是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的东宫属官，这位傅大人呢，不仅是文章诗词写得非常典丽，而且懂得军国大政。但这个人呢，秉性忠直，负财使气，就得罪了陈后主朝中那帮佞臣。于是呢，施文庆啊那些人就诬称啊，这位傅大人收受高丽使者的这个贿金，把他逮捕入狱。傅载这个人是非常刚直，即使身陷囹圄在狱中，还上书给陈后主，直陈陈后主的过失。陛下请来酒色过度，不前娇妙不知神，专没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官数弄权，误忠直若仇仇，视生民如草芥，
后宫叶启秀，舅马于书立，百姓流离，僵尸遍野，祸会宫刑，弩葬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至私而尽。哎，这个书奏，这个话说的已经，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切，但是呢太直了，等于简直就是骂陈后主。陈后主看了个书奏之后，勃然大怒，咬牙切齿，过后呢就想杀。思前想后呢，毕竟这个傅大人，这个毕竟这个傅载是他在东宫时候旧臣，陈后主就派人对这位老臣说：“吾欲赦卿，卿能改过否？我想把你放了，就留你一命，你能不能改过自新，别再骂我呢？”傅载呢，这个傅大人也干脆回答：“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那意思我绝对不改。陈后主当时气急败坏，就让手下的宦者太监穷治其事，有事没事你有罪无罪你都给必须把他罪名给我落实了。最后呢，得把这位傅大人在狱中就给弄死了。死的时候是才55岁。你看两面三刀随机应变，那些佞臣都能在他手下混得特别好。真正忠直之臣在陈后主手下几乎就没有生存那种机会。上述种种这个事实啊，我们可以想见陈后主陈叔宝继位之后完全不理政事，而且呢婚姻啊日甚，上下皆怨，无论从官僚啊到了普通老百姓，就没有不怨恨他们的。北朝方面呢，等到隋文帝杨坚坐稳了地位，平息了内部的反对势力，他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南朝。公元585年，先前被西魏立为傀儡的那个后梁国主萧悝啊病死了。萧悝呢，就是那个傀儡皇帝萧察的儿子。那么他名下所谓的梁国国土，也就是江陵的一个小城，长期以来一直是西魏啊、北周啊、隋朝的附庸。那萧悝死了，他的儿子萧从继位了。这个隋文帝对这个新君等人啊，这个所谓的小皇帝还不放心，就在公元587年9月啊，就下诏啊，征这个萧从这个小孩入朝长安。而且呢，派他大将崔弘度呢带兵戍守江陵，而当时萧从的叔父萧衍等人就害怕隋军，最后把自己的剩余不多的这个军队，还有这个小城，这个小城国也给吞并了，就向陈朝投降了，率领江宁城内后梁所谓的文武百官，已经百姓10多万人呢，就叛离隋国了，就等于是向陈国啊投附。抓住这个借口，隋文帝呢趁机就把这个梁国就给废了。本来梁国实际上它的社稷还存在的，他现在就把这个梁国废了。那么对人在长安那个萧从呢，还加以封赏，因为这个少年人老老实实来了嘛，封这位少年人为隋朝的上柱国，赐爵为举公，公爵。虽然说两位叔父叛了这个隋朝投奔陈国，但萧从这个少年人也没受什么牵累。后来隋炀帝继位，对这个萧从萧家也不错啊，不久呢又改封他为梁公。当然到了隋炀帝后期，有一个称言叫什么萧萧亦复起，这个萧从才受到这个隋朝的这个忌惮。但这个人的最后下场呢也是不错，善终于家。福兮祸所倚，你说对于陈朝来说，傀儡后梁大臣对陈国的投附不仅不是好事，反而给了隋文帝杨坚大举攻伐陈国的口实。当时呢，陈朝钱塘县临平湖啊，那个地方在先前啊一直是水草啊，那个地方把那个湖给淤塞了，忽然之间那水草都没了，都烂了，那个湖就开了，大片的水面露出来了。这时候民间就传言湖开天下平。陈后主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呢，他没有说感到高兴，天下平他不高兴，心感厌恶。按理说你想天下平就是天下统一的意思，陈叔宝当时他自己也知道天下统一的主人肯定不是他自己，所以他就十分郁闷和忧虑。于是呢，他又开始搞梁武帝那种舍身入佛寺那一套迷信把戏，来欺骗他自己和国人。而面对这样的昏君，陈朝的大臣你说该怎么办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